这边已经渐强上去，这个哆哆哆西拉西哆瑞，这边都是很宽广的声音哈。所以我们宽广的时候呢，抖音也要动作宽广，所以动的幅度稍微大一点，不用太不要太紧，要松一点，动作你的肌肉要松一点。这些都要这样抖音了哈，渐慢，二，渐弱，最后给你再渐弱，好，来试试看，宽广的抖音，来站过来一点，对。啊，这个等一下我跟你说啊，这个 trio 什么时候停呢？二，所以第二拍是，让大家听到这样，这个 trio 不是一直都用到整个附点八分音符都满。停，咚咚，好，所以你最后停了之后拉手还要留弓。留弓，啊，留弓，你不能，这样没有弓了，对不对？要不要走得太快？要留半弓，好，渐弱，渐弱，哎，哎。